哎，我看到蜂窝了。我不想去十三层，好麻烦。嗯？为啥不想去十三层？怎么了吗？我不想去十三层放一颗蛋糕。为什么要强调十三层放蛋糕？这个蜂窝看起来我没有蛮东快西。的。哦，蛋糕。库里胖，你这个乐色！你在哪里？他把蜂你窝在炸哪？掉了。他把蜂窝炸掉了。花木或橡木，只要附近有花，就会容易长蜂窝出来哦。原来如此。我的天哪！我后面挖个树场好了。树藏可以哦。哎，对，小鸟跑到门口来了。等一下，你别啊！你有没有拿小麦呀、有啊，我喂完喽。啊？喂完了，对啊，不要开门啊，门喽。口也太多了吧？让他们自己走回去。走不回去吧？对啦，慢慢就走回去了。这么急，走得回去？大概，哎，树都没长出那个蜂窝，5%真有那么难吗？蒲公英也太多了吧？为什么那么多蒲但公是问题就是不拿蒲公英。英？因为蒲公英种过了啊。为什么要种那么多品种？我不知道哎，想说这样会不会几率高一点呢？哦，下雨天会有怪吗？会啊，下雨天更容易有怪。真的哦，那我带狗狗出去。好哦。很扯。还有，哎，都进去了，只剩一只羊还没进去。出来了，有羊出来了，你就把它杀掉我吧。说他们都挤进去了，因为你那小麦在那边，他们全部挤进去了。好，来扩建一下吧，反正有一堆木材。哎呦！到处摆蛋糕，嘿，有扩建了，好，动物走过来这边的，喂，我给农舍做了扩建，去看看，蒲公英要不要把它吃掉？不会啦，变大了。啊，我的斧头又爆了。历史要怎么放啊？太复杂了吧！历史要这不样是有放，合成表，直接点就好了吗？它要这样放。哦，我看对到啊，蜂窝了，终于有蜂窝了。到底做了几只石蚕啊？石膏、石膏、石剑、石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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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石蚕做太多了吧？石蚕，你可以帮你我做管一太。下蜜蜂吗？拐蜜蜂吗？为啥？因为我把它蜂窝挖下来之后，它好像就找不到它的蜂巢了，在那边很孤单的样子。要怎么拐蜜蜂？教我。拿那个，拿花朵，它就靠近你了。花朵吗？对啊，拿花朵，哦，我拿这个花朵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那个后面那边，就是有插很多花那边。树那边，来，哦，你有过来长这边。花。对，拐蜜蜂要干嘛？那个当然是拐回它窝这边了、啊，我把它窝搬过来了。把它窝搬到哪？对啊，把它窝它搬蜜过蜂来。在哪里嘞？你有看到吗？
没有，居然没看到啊？没看到什么？在哪儿？花花蜜蜂雷，蜜蜂雷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是、哦、我爬很高了，没看到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是蜜蜂，蜜蜂哎、欸，对吧？带过来吧。他怎么拐回家、啊？拿花跟拐一样。对，拿花朵，它会靠近你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两只蜜蜂，是错觉吗？对，然后带去蜂窝那边。蜂窝在哪呀、啊？蜂窝我不知道你把它盖的。我在你田那边盖得很明显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你的蜜蜂有没有跟上你啊？它飞越飞越远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又飞走了？在哪？就在那里，哦，痛！怎么会长树？太呛了吧！太呛了！长树。哎，小蜜蜂，蜜蜂过来。你有拿花吗？有啊。很乖。过来喽！过来喽！小蜜蜂呢？小蜜蜂呢？在那里，在那里，那里。有、欸、好多只、哦，有两只哎。一人拐一只，看能不能把它拐过去。很难耶、欸，它那么高，我上不去，太高了吧。小蜜蜂很难，真的。蜜蜂会飞，可、欸、我不会飞。蜜蜂别跑，蜜蜂哎、欸，蜜蜂嗷，哎、欸，蜜蜂别走啊！喂，看猎威，猎窝，撤。哦，你可以走了。他进去了。你有阵风进去了。好，在附近花朵，他应该会找啦，应该会吧。我只要在这附近弄花不就好了？好啊，也是可以哦。他怎么下面要用那个？萤火啊，你想干嘛？熏它，熏它。这样，如果你要摘它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叮你。但是我不知道一直熏可不可以耶，一直熏，一直熏它会不会生气啊？蜜蜂还蛮可爱的。它的天满了，它在到处采花蜜，采完花蜜之后就会回到它的窝这样子。花被包的点满。就把它点满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欸、蜜蜂去住了哎、欸。对啊。我在我采过的田里钓鱼。有蜜蜂看到那边的蜂窝，就跑去那边住了。太棒了。